标准普尔将希腊信用评等降级至全球最低。希腊加入欧盟后，大幅举债过奢华好日子，但全球金融海啸后，这些债务成了沉重的包袱。信用评等公司 S&P 把希腊信用等级从 B 降到 CCC， 成了全球信用评等最差的国家。为了筹钱还债，希腊政府忙着变卖家产。但希腊如果想避免债务违约的下场，还是需要欧盟再次金援。若希腊破产，欧盟其他国家也可能遭殃。美国还是维持亮眼的 AAA 最高信用评等，但债台高筑的美国还能维持多久呢？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，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。